走，快走！全部都走！走吧。哎哎哎！别动，袋子打开。哎，秦云他们可能还在县里呢，咱俩分头找，快去！小满，小满，证件，一个一个的，老百花，拿证件，给我仔细的查，你要干什么的？谁都不许放过。 石兄们，仔细的搜，行了，走吧，走吧。我们一定要抢在西村前面找到丁家人，干什么的？咱让守候我各个有赏。兄弟们，这丁家人还真是阴魂不散，我们睁眼找他们呢，他们都自己撞上来了。少废话，来了更好，我让他们一个也跑不了。 你打听这么多干什么？西村那边查的怎么样了？这西村小队长在县东边查着，目前也没什么进展。好，走，去芙蓉街看看。走。哎，走了。走了。 出来！走！赶紧出来！让人出来！走！检查！走！